参汤。我看皇上也就只有这一两天了，你我怎么办？皇上喜欢刘协，自然要立他为帝了。可是刘辩这边，何皇后与国舅何进，能善罢甘休吗？当今之计，只有先除何进。何进一死，何皇后太他还不是我们抬举起来的？嗯，谁？求神灵保佑，保佑陛下早日康复。老身情愿折去几年阳寿，分与皇儿。求神灵保佑，求神灵保佑，求神灵保佑。求神灵保佑。祖母，不，太后放心，我一定要当个好皇帝。求神灵保佑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皇孙儿，将军可曾进宫？可曼正在路上。有奏漏消息者，斩。是。这边请。不好，潘隐。啊，大将军不可入宫，陛下宣召，焉能不去？陛下已宴驾。啊，时常是密不发丧，想图大将军的性命。啊，有这等事？走。谁抖漏的消息？此番休矣。简叔，无论如何要严加防守。我亲自查看。何进之所以要入宫，原因何在？是为刘辩争帝位而已。今日事急，你我必须先统一说辞。啊，
些个阉党，老子要把他们斩尽杀绝。大将军息怒，宦官之事，岂自充值二弟之时，在朝廷延伸极广，这不是一朝一夕而成事，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杀绝的。如果谋事不密泄露出去，必遭灭门之祸，请大将军三思。汝等小辈，安知朝廷大事？先帝宠爱简硕，简硕与董太后关系甚密，只有将此事栽在简硕头上，我等方可活命。对对对，就把简硕拖出来，就把简硕拖出去。对对。其二，我们赶快赶到何皇后那里，苦苦哀求她，眼下只有她才能救我们。大将军，那小黄门催促大将军速速进宫，让他先走。是，大将军，宫中禁军归简硕统领，恐怕早已埋伏停当。当今之计，应正军位，然后讨贼。孟德之言正合我意，谁敢与我正军讨贼？愿领精兵五千，斩官入内，册立新军，诛杀宦党，扫清朝廷，以安天下。有本初相助，我放心了。好，召集大臣进宫。已扫荡干净，内廷未敢冒进，如今何不乘此机会进出阉党，扫除朝廷，以安天下。大将军，我以为当今之计，宜先立新军，而后徐图奸佞。孟德言之有理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应先正军位。臣请太子登基，早祭大统。臣何进，恭贺太子承继皇位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兄长，
你不可轻信那些大臣。宫中之事，我比你清楚。设计谋害你的，仅仅是简硕一人而已，并不干张让他们的事。太后，你为何要偏袒张让之辈？大将军，你仔细想想，你我出身寒微，若非张让等人能有今日的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，太后所言不差。只是简硕现在何处？你们出来吧。大将军饶命啊！大将军，是简硕勾结董太后与加害大将军，是与我等无关呐。简硕已被小人所杀，人头在此。望大将军看见昔日的情面，饶了我们吧。从今以后，我等听从大将军驱使，忠心耿耿，绝不敢有二心呐。简硕害你，夜已被杀，你何必听信他人之言？他们确是无辜。看在太后的面上，且饶你等这一回。可你们听清楚了，下不为例。倘若再阴谋害我，可别怪我不给你等留情面。谢谢大将军，谢大将军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简硕设计害我，夜已杀死。大将军，这是张让嫁祸于人，难道你真的要放过十常侍？我要将简硕一族斩尽杀绝，不留一人。至于其余宦官，不必妄加残害。不除宦官势力，后患无穷啊！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散了。太皇太后，别闪了您的手。尔等尽是先帝的老臣，先帝在时都曾抬举过你们，为何此时都成了哑巴？太皇太后，先帝尸骨未寒，他们焉敢对太后无礼呢？就是啊，您是太后，那何皇后就是他儿子做了皇帝，他对太后也不能不表示尊重。如今虽说先帝咽了驾，可太后要是说句话，不要说满朝文武，就是那何进和何皇后，他们谁敢抗旨不遵呢？是啊，如今太后是太皇太后了。那何进立皇子变为帝，只不过是抢先了一步，太后不会给他来个各行其事。何谓各行其事？何后有皇子变，
太后不是也有皇子协，何后有他哥哥何进，太后您难道就没有娘家人？依小臣看，赶早不赶晚，明日早朝，太后便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封皇子协为陈留王，再加封国舅董崇为骠骑将军，给他来个平分秋色。好，就来个垂帘听政。将军，何事惊慌？今日早朝，大将军未到，那董太后突然临朝听政啊！降旨封皇子协为陈留王啊，加封国舅董崇为骠骑将军，并重用十常侍，共理朝政。有这等事？此事若不是十常侍的主意，则就是太皇太后胡作非为。待我进宫看看。兄长，此事我看不见得与十常侍有关，我并没听说什么。兄长你想，辫儿继承大位，那太皇太后能不生气？你当大将军掌握兵权，他又怎能不眼红？揣度他的意思，无非是要与咱何家为敌而已。是啊。那日张让等人诅咒发誓的效忠于我，谅他们也不敢再与我作对。太皇太后势孤力单，想拉拢十常侍，这也是自然之事。这样吧，找个时机，你劝劝他董太后少管朝廷大事。也好。自家人有话便讲，何必多礼。母后，你我皆是妇人，参与朝政恐不相宜。昔日吕后因握有重权干预朝政，其宗族一千余口竟被诛杀，遭灭门之祸。如今你我应当身居内宫，颐养天年，朝廷大事任他们大臣元老们自行商议，这便是国家之大幸了。万望母后垂听臣媳之言。你竟敢来教训我，要不是我当初抬举你，你焉能有今日？莫非今天你儿子当了皇帝，你有了依仗不成？臣媳不敢，只是提醒母后。提醒？哼，我清醒得很。当初你妒忌王美人，将她毒死，今日难道你又要害我不成？你若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即命骠骑将军取尔兄妹之命。我以好言相劝，母后为何如此不通情理？你，你也敢妄谈情理二字？哼，笑话，笑话！你，
母后，话不能这样说。臣媳出身寒微，这不错。然而母后你原为藩妃，若非儿子过继给孝桓帝为子，焉能成为国母？你我现在如此身份，还是不提过去为好。藩妃怎么样？藩妃也是妃，总比你强上百倍。此一时彼一时也。彼时怎样，此时又待怎么样？难道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臣妻怎敢杀害母后？充其量也只敢杀猪罢了。你，放肆！不敢。小辈安敢犯上？犯上岂不是作乱？皇帝岂不是要治我的罪？你不用拿皇帝吓唬我，我不怕这个。是呀，那太皇太后能怕什么？董太皇太后原系藩妃，不宜久居内宫，况先帝宴驾之后更无滞留内宫之礼，着其仍迁往元封地安置。县令日下立即迁往河间。太皇太后吃不惯你的粗饭，拿了去吧，端上来。这是大将军特地进奉太皇太后的御酒，请太皇太后赏脸饮用，小臣也好回去交差。太后，这是毒酒啊！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请太皇太后饮用御酒。
太皇太后被何进镇杀。何进这个杀猪的，竟敢谋害国母！哼，贼胆包天！若不是我们抬举他，他焉能有今日？哎，真是靠山山倒，靠人人亡，怎么办？唯有见风转舵而已。要不就投靠何进，反正糊涂。何进虽少谋无断，可他背后那些大臣哪个不恨我们？若无他们煽动怂恿，何进怎敢于先帝灵前抢先立地？今又镇杀太皇太后，我等在迟疑不动，危在旦夕。是啊。唯有先除何进，方可遏制众逆。所以，你我之事还是在内廷。必须掌握皇帝或者太后，然后，方可随心所欲。太后那里还需小心伺候。只要笼络住这三个人，除掉何进，易如反掌啊。我何尝不想消灭阉党，怎奈太后他说宦官统领京省乃是先朝立下的制度，不可随意废除。又说先帝宴驾不久便要诛杀旧臣，乃不尊重宗庙祖先之举。哎，叫老夫怎么办？当断不断，必为大祸。大将军，本处帐下众位将军皆英俊人士，为大将军用之。张让、段圭之流散布流言蜚语，何不借此机会正好乘机灭之？时机不可失啊！太后不许，如之奈何？大将军，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带兵进京，除去阉宦。到那时，不容太后不从。妙策！妙策！叫主簿陈琳！叫主簿陈琳！你们呐，门子走到我母亲跟二伯舅那里去了，还怕我保不住你们这几条老命？太后真会说笑话，有您这棵大树，哪个能比呀？曹操参见大将军。大将军，扫除宦党易如反掌，何必多疑？此事只要交一玉立便足以胜任，何必找外兵进京？一玉立足矣。一玉立足矣。此事只需剪除元凶，何必非要尽数除之？如要杀尽，势必泄露，我料定其必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孟德乃宦官之后，故而怀有私情。你，乱天下者，必何进也？董卓上表除宦。他与十常侍的交往，谁人不知？黄巾造反之时，他讨伐失利，损兵折将。若不是十常侍为之说情，败军之将安能接替卢尚书？
幸有黄甫松表奏卢尚书有功无罪，不然子干怎可有今日啊！如何？董卓带甲20万，清除宦官，易如反掌。大将军，董卓乃豺狼也，引他入境，必要吃人呐。你太多疑，不足以谋大事。大将军，我素知董卓为人，其人面善而心狠，一入京城必生祸患，不如阻止他入京，免生祸乱。哼，尔等皆书生之见，不必多言，老夫主意已定。这关我们是做不得了，告辞。弃关而去。招外兵进京，要杀害臣等，望太后垂帘救命。太后垂帘，臣等。起来，都起来吧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等去到大将军府，向大将军认个罪，我再去给你们讲个情。太后，臣等不敢去大将军府啊，不敢呐、啊！若是臣等到大将军府上谢罪，非成讥粉不可。是啊，还望太后宣大将军进宫。臣等当着太后之面向大将军赔罪。太后，太后。太后，大将军若再不容臣等，我们宁在太后面前请死，也不愿死在外边呀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救命！行了行了，就依你们吧。宣大将军进宫。是，太后。传召，宣大将军进宫。大将军不可进宫。为何？太后此招必是张让断归之谋，将军切不可去啊，去必有祸。笑话，我秦宝妹招我有何祸事？大将军矫诏召外兵入京，其谋已泄，其事已露，此时还能进宫？若要进宫面见太后，必先招张让断归等人出宫，然后可入。此乃小儿之见也，我掌天下之权，时常侍又敢待我如何？大将军一定要去，我等引甲护从，以防不测。好了，不必多虑。
太后特宣大将军，其余主人不许随入。我掌天下大权，张让、段珪等人敢把我怎样，把我怎样？谋杀大臣，随我杀进宫去，诛杀恶党。太后，事情紧迫，快随臣等出宫。不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快！不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快走，快走！我哪儿也不去，放开我，来人呐！快，这边，这边，快，快！太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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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后。请太后全赦大事。莲儿，莲儿，我的皇儿啊！什么？传令，迅速寻找皇帝陈留王。快起来！来者何人？臣傲相侯。西凉刺史董卓见驾。你便是董卓？臣是董卓。前者黄巾谋反之时，你讨伐失利，损兵折将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。今朝廷兴创，你救驾来得及时，实为大功一件，今后需将功补过，好自为之。遵旨。臣怎敢不尽心竭力辅保朝廷？护驾还宫。